人，人文素质呢也非常的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 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在洛杉矶北部大概30迈的地方看 Potter Ridge 托尔兄弟的一个新盘，叫做 Highland。 那这个盘呢，刚刚开盘，目前在第一期。它的小区呢，基本都是3500尺左右的房子，$1,200,000的售价，第一期的价钱。那我们现在要参观的呢是 Hardwood， 它是5房5.5卫2到3车库，3562尺到3770尺。那它的外观呢有意大利式、法式殖民地式，还有现代式，不知道你喜欢哪个风格呢？那么 Potter Ridge 这边的学区呢，这个小区的学区，它的小学和初中都非常好，是10分的学区。那高中呢，因为 Potter Ridge 这边是一个新区，整个城市呢没有一个，还没有建立好一个高中，所以他要去附近的 Trevor 这个城市来读高中，是他的学区所属地。好，现在跟我一起去里面参观一下吧。来来来，先说一下这个户型我最喜欢的地方。进门右手边呢有一个书房的设计，那在这边呢可以做你的办公室，或者一个客人来的简易的一个会客室。那它样板房这边呢还设置了电视和酒柜，想想在这样的环境下办公，真的是非常的心旷神怡呢。来，跟我看一下。那么每次我喜欢看托尔兄弟的样板房呢，不仅是喜欢看它的户型，那么我还很喜欢看它的装修和设计。可以看一下它样板房这边挂窗帘的细节哈，包括它的窗帘杆的位置，都是设计师经过精心设计的。小伙伴在自己装修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参考看看。这栋房
房屋呢，它很好的利用了动静结合还有纵横交错的方式。那它的整个生活空间呢，餐厅、客厅和厨房是一个 L 型的，三厅为 open floor plan， 也就是开放式的设计，三厅连一，那么连接着户外的加州阳光房呢，很好的做了一个生活空间哈。那么这个房屋纵向的线条呢，可以看到天花板、厨房的 countertop， 厨房的台面，还有厨房的吊灯等等，它是纵向的结合，展示了屋主人对于厨房还有生活的激情哈。那么它横向的设计呢，包括厅的沙发呀，还有茶几啊等等。那这边呢，表示了家人相聚的温馨。这种纵横交错的平衡呢，很好的诠释了一种设计理念。那么抛去了托尔兄弟一向的繁华奢华，那么这个呢，对于家庭的温暖和温馨是一个很好的诠释。请去二楼看一下吧。那么 Port Ranch 这个城市呢，它距离洛杉矶还有 Santa Monica 海滩都不是很远，那整个城市呢都非常的新，人口呢非常富裕，那整个城市呢也是非常的干净的，并且呢四周环山，环境非常的宜人，人文素质呢也非常的高。那小学初中现在建好的学校呢，学区也是满分学区，非常的好。那高中呢虽然现在还没有建好，但是相信呢以后也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高中。那么就我个人来看呢， Port Ranch 这个城市将来的整体升值空间都是非常高的，毕竟它的现在的每尺均价是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，那将来呢肯定是上升趋
趋势。不出几年呢，相信这边的房价会突飞猛涨，就再也不是120万美金可以买到3-4千尺超级大的豪宅喽。如果不是我的主要生意呢都在城县那一边，我真的是有考虑过带着家人来到 Potter Ranch 这边来搬来呢。就冲着那个10分学期，我也是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的。那这个呢，当然了，以后再说了啊。如果屏幕前的小伙伴你对 Potter Ranch 任何的新盘感兴趣，或者是对于美国房产有问题想咨询我的话，欢迎随时加我的微信聊哦。我是 Mina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么如果你可以帮我点个赞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